一个星期开始，咁啊有好开始，最紧要有咩啊？最紧要梗系要听恐怖在笑啦。不过好似唔系几开始，星期一过咗啦，好似。今日有特别嘉宾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气温介乎喺26至31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2%啊。特别嘉宾见佢颜色喐噶，我系 X 号啊！哇，好大啊！八字眉睇下先，八字眉。咦，你听到我讲嘢咁劲嘅？八字眉，做晒啦！得，下边定系？而家开始，好八字眉，八字眉，八字眉，谷住。嗱，见唔见到啊？呢个 X 号系唔同啊 ，3D 嘅，知唔知点解 3D 啊？有颧骨嘅呢个。唉，走啦，唔该啦。颓废眉咧，点啊？颓废眉，颓废眉，要耷脸啊要。Blue Monday，Blue Blue Day 嘅 Monday 又嚟到我哋恐怖在笑嘅时候啦。系 Blue Monday 已经完结啦，嚟紧咧将会系 Happy Tuesday。系系啦，但系我大家话你个节目名叫恐怖在笑之最后岁月、哦。咩意思啊？佢唔好意思，我啱啱因为掹一掹走咗个 headphone， 你听唔到我讲嘢啊？系啦，佢话有人讲话有个网友话恐怖在笑之最后岁月即将播出、哦。系咩关咩事啊？喂，好高啊，芝伟，今日芝伟点解咁高？你拉低佢有个架，有得拉噶，个架啊系喎，智障个人，喂醒个人，你我架唔系攞嚟拉高拉低咁多弹弓喺度，唔系攞嚟救命啊，辅助你拉高。有第二只曱甴扮丝毫入咗嚟啊？系咩？应该唔系佢嚟噶。今日我系特别嘉宾 Leo 话等份，听日拎 GTA 5咁样样。喂，订咗嗱，提一提各位朋友啊，订咗 GTA 嘅咧，可以听日去攞噶啦，应该。系啦。因为听闻系全港到货嘅。同埋咧，但系咧，我觉得咧，大家又唔好咁以为一定攞到，因为呢个世界上面有好多嘢，你订咗，你最后都系可能攞唔到嘅。系啊，艾仔讲先。啊，哎呀，我谂起，不过我今日开心嘅，即系本来。等阵。系。恐怖在笑近排成日都好迟 update， 请改善下情况啦。我上个星期我哋咧就系、是、因为咧系 free 嘅节目嚟嘅，系啊，咁我哋就梗系要应付咗啲要收钱嘅嘢先啦。系咁啊，啱啱首要嘅梗系游轮拍咗埋嚟，唔系啊，我估到佢点解咁问啊？佢应该唔知道我哋今日题目系乜嘢。系我哋今日题目讲嬲啊嘛。啊，你要明白，如果我哋如果唔 upload 咗啲要收钱嘅嘢先咧、哦，你会有4-5万人嬲。系咁，但系如果我哋 upload 自己先咧，如果我哋唔upload 嗰啲要收錢嗰啲節目咧、我估有4-5百千人啦、啊，會打上嚟屌，係啊，會打上嚟屌添。喂，我最嬲嘅咧就係咧你哋仲未 upload 咯，撲街 cut 線。係，所以好煩嘅。有時候咧，我哋唔想快啲 upload 啦，咁你都知人手短缺嘅問題，加上呢度得幾個人啦。好撚嘈喎，嗰位冇啊！有人踩場啊 ！Leo 話睇緊隔離台打 Monster Hunter， 跟住我睇翻個 YouTube 咧，我哋 upload 上一條咧，跟住話。学好啲先打啦，好冇啊？你同佢讲啊，第一日嚟噶个系咪？叫佢学多两面同我打，同我打炸弹人啦。我今日讲唔到嘢，我今日讲唔到嘢。人哋打芒坑，你系叫人打炸弹。我发觉我今日真系好似唔系好讲到嘢，我死火啦。点算啊？唉，呢曱甴系啊。咁你讲一订开嘢嗰度啦。咁系嘅。咁我系本来订一个好 complete set 嘅，咁啊有埋个机袋啊、figure 啊、电话绳啊，咁成日好开心。哇！咁啊可以揸住个 figure 打芒坑，你又几正先啱啱先？跟住佢系临出个星期就。讲话哦冇啊，唔好意思啊，退订咁样讲，即系冇一只成个 game 啦，已经系咁最尾好惨啦，就系买一只 game， 仲要冇得偷跑嗰阵时，仲要偷跑一日啫嘛，系嘛？系一日啫嘛，一日啫嘛，唉咁啊好惨啦，咁蚀咗，今日好开心啊，即系黄咩冇咩黄天不负有心人，唔该晒啊 Chinese，OK，、okay? 多谢你，系啊，跟住咧见到 You are welcome，You are welcome，OK，、okay? 咁啊见到因为太古里面有间机铺咧啊。
佢將個 commit set 咧分開賣喎，啊價錢又唔係太貴嘅 figure， 所以咧即刻買咗翻嚟啦，咁啊完咗心願啊嘛，開心翻啦。唔係有時呢一個嬲嘅原因係因為你本來有個期望佢係嗰樣嘢會成功噶嘛，或者係應承咗你會有噶嘛，你係啦，最緊要係咁訂嚟託柒啊。係啦，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啦，即係我獲意買啦。我本身係 assume 咗一樣嘢，我係有嘅，即係譬如 assume 咗一三五嘅時候有恐怖在笑嘅咁樣。如果第一日我話我哋華龍唔舒服啊，我哋唔做，嗱我知道你哋會好嬲嘅，雖然我可能都會唔理你。咁但系又嬲个程序，肯定唔系。嗱，我就唔敢讲人哋会一定会嬲嘅，因为个嬲个嬲嘅原因其实就系因为喺你预期之外嘅节目，嗰个有可冇嘅啫，系咩？咁样嘅咩？咁我希望唔系啦，系嘛？总之嗰个嬲嘅原因其实系喺你嗰个意料之外，突然之间出现咗啲嘢。我入嚟教一教，倾好难啊！你哋系咩？我哋教你先。Blue Monday 嘛，唔使啦，系咁样噶。哎，得啦，咁啦，由佢啦，咁啦。唔係做乜叫 Blue Monday 啊？總之就係嗰個感覺，就係突然之間有啲嘢你係出乎咗你嘅意料之外，咁你就會好自然地個感覺就係話：喂，明明呢件事係我預咗噶嘛，咁點解你要咁樣對我啫？係咪？咁所以就會有嬲個情緒出現啦。嗱，今日咧我喺 Facebook 都講咗句，即係我都唔明點解會嬲嘅。即係有啲人好多人問我，好多人唔明點解我嬲啊？係咁嘅原因係乜嘢咧？其實有陣時候嗌仔嗰啲我都算啦，即係嗌你諗下嗌仔嗰啲其實咩咧？就話喂，我有啲嘢我想做。咁我訂咗啲嘢，唉咁好啦，你冇咗咁咪，唉我自己訂唔到，我唯有去再揾過啦，係咪先？咁你可能嬲嬲佢一陣間嘅啫。嗱，佢就咁講啦，咁不過唔好理佢啦。咁但係你個嬲嘅感覺其實係講緊係嬲一陣間，突然就會冇咗，因為你會好自然地，唉佢都冇咗啦，咁啊點算好啊？我咪自己去再抄過咯，咁啊總有嘢抄到嘅，你游水下自己都會揾到噶嘛。但係有啲時候，你嗰個嬲嘅原因係因為有時候佢係令到你嗰個失約咧，係失約於人啊，呢個好大鑊嘅。你讲乜嘢嚟？即系应承咗人啊！系啊，张文，譬如如果假如啦，艾仔订嘅 game 系，哎呀，顶你个肺啊！啊，佢冇俾你，但系原来只 game 唔系艾仔订嘅，系艾仔条女要订。哇，好啊！咁啊，仆街啦！有一年机啊！咁件事就死啦！你要明白，因为嘅时候佢同咗条女交代噶咯，佢同条女交代嘅时候，喂，唔通佢话？唔好意思啊，嗰间铺头咧，哎呀佢好衰嘅，佢 cut 咗我个电，哎呀捉咗我条路啊你，佢 cut 咗我个电，哎呀好鬼型，我哋下次唔好帮衬佢啫，真搞笑咁样。即系嗱，如果佢好嘅话，佢咪话我系，哎呀算啦，唔关你事嘅，个铺头衰啫。喂，但系谂下谂真啲，系个头系落喺你度嘅。是个头在我度，即系个咩头喺我？嗰啲叫认头 ，OK， 嗰啲叫认头。认头，咁大个头，因为系你，即系等于借钱一样。喂，你系你个名写担保噶嘛？咁呢件事就好自然就烧你一沓噶啦。冇错，冇错。咁好自然嘅时候就会话，嗰个啦，叫佢做嘢乜定嘢都唔。师傅施主系咩？即系放下屠刀。回头是岸，冇开名我觉得好好啦，已经即系嗰个时候你同唔到任何人交代噶嘛，喺个悬崖度行紧啊，时候唔系，同埋都系嗰样嘢啦。如果我订嘅，你又俾我订嘅，最后冇嘅，咁我订嚟拖，系真系，但系呢样真系好惨啊！即系你当你使晒所有嘅人情牌或者点样去帮一件嘢做事，系啦，然之后去话好尽力咁样帮推动件事，即系譬如可能系讲紧咩？譬如可能喂，即系再劲啲嘅，系如果香港有一日。好劲啊！我知道，好劲嘅。如果香港有一日，唔系啊，我呢单嘢一定好劲。香港有一日系话同迷米香港合作，香港同迷米香港合作，迷米发展局啊 ，OK， 咁啊加埋迷米香港，梗系唔捻合作啦。跟住再加啦，冇错啦。跟住再可能加埋韩国嗰边嘅迷米发展局，系嚟场 Running Man 大战，系 OK， 正啊，直播嘅，系啊，直播点剪啊嗰度？哇，廿九几个 cut 数啦！假如要三个钟睇张纸嘅，咪睇三个钟咯。好，大家而家喺网上面投票，一就系想睇，二就系唔想睇。一想睇嘅咧，我即刻联络呢个韩国嘅贸易发展局。系啊，但系可能唔关贸易。最正啊！平时我哋嫌咧个 panel 都用唔晒啊嘛，一二个 Running Man 用晒。系，咁你都会即系开始去搞啊？好啦，大家一齐搞下件事啦。突然之间，啱贸易局放你飞机喎。我亦都话，哎呀 ，sorry 啊，我都系决定唔搞啦。但系嗰件事你通晒天噶喎，全部你出晒 pass 嘅 invitation 啊，咁好啦，嗰啲 pass 嗰啲点算咧？落晒广告啊，我广告费又点算？系啦，然之后旅游发展局同佢讲，吓冇问题噶，我赔翻钱俾你咯，我屌你啊！唔系你赔唔赔翻钱俾我嘅问题啊，你塌咗订，你俾翻钱我系正常天公地义噶，你唔系做啱噶，系正常噶。个订系应该要 double 噶，咪系咯？有冇听过呢样嘢系要 double？ 你知唔知全香港嘅人有几多人想睇呢个香港版嘅 Running Man 啊？唔系，系想睇我哋主持个 Running。其实大陆是可以藉住呢个大口呢个籍口嚟打你韩国的，你知唔知啊？啲导弹就飞嚟飞去噶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啦，因为香港人好嬲啊嘛，
咁咪揾阿爺投訴啊，阿爺。佢哋逼鳩我哋喎，咁樣打鳩佢咁樣。所以你咪諗，你話諗下咯。其實呢一個最大問題，唔想睇咩好睇喎，唔鬼理佢啦。人唔想睇，你唔睇關我鬼事咩？全部都二。呢個問題就係話，喂，失信於人，其實係一個好難。你失信於人，仲要令到失信於人嘅人失望，唔係啊嘅失望啊，失望係。攞錢係賺唔翻，除非你好大嚿錢。即如果我哋今日咧係團購咗 GTA 5咧，如果我哋真係突然間話冇貨，成班人喺出邊圍我哋，跟住冇得打機啊，咁啊真人 GTA 咯，殺撚咗你咯！而家搶咗我嗰隻，我唯一一隻起手，上咗副 pen 都係咁喺度推推咗，唔知做咩。所以好，我自己真係好憎呢樣嘢嘅，即我成日覺得有啲嘢係你幫人去做嘅時候，呢個好大忌嚟嘅。即係譬如之前咧，我哋同 Edmund 講，我有一日同 Edmund 講咧，喂 Edmund 啊，可唔可以幫我訂張周杰倫演唱會飛啊？嗱咁冇錯，而家我冇訂到啫，因為原來好似話嗰個嘉賓係草蜢嚟嘅。啊，唔係佢啊 ，Edmund 嗰容祖兒係容祖兒，容祖兒啊，係哦，咁都好都好。草蜢唔得咩？草蜢唔係好得嘅，草蜢我應該買草蜢起心包冇，唔係我買草蜢成軟人，我開心啲。周杰倫個價錢貴一啲。你見到草蜢喺度一起心包冇嘅時候，其實你係掹緊啲嘢喺後邊掉嘅。屌你老味草蜢！我哋唔系唔中意草蜢，只不过喺陈奕唔系喺周杰伦嘅演唱会冇遇过会睇草蜢，即系饮完牛奶唔好即系饮橙汁一样，唔关会反会呕。好即系咧，即系嗰阵 Edmund 都有同我讲，喂，你系咪真系要订张？最好睇其实真系张智霖。我虽然真系好中意容祖儿，但如果喺周杰伦嘅演唱会有张智霖，我会开心过见到容祖儿。其实因为那个卡士觉得劲啊嘛，天气不似预期，哇！那个真系劲，那个应该冇人会嬲啦，那个演唱会系咯，冇人嬲啦，即系你话陈奕迅呢个人，好多人嬲啦，嬲唱到烂晒声啊嘛，咁冇办法噶，咁佢开咁多场，你哋要睇两。唔系，我记得啲人话最嬲嗰次系咩咧？就系话陈奕迅有一个演唱会咧，系就系我去睇演唱会前一日，佢就系话咧，本来陈奕迅嘅演唱不嬲都十一点半到先完嘅。哦，有一首 encore 嘅，跟住嗰日唔知點解十一點好準時收工，急屎啊嘛！我唔知點解，最急屎啊！唔係小道消息係話佢急屎。咩啊？又有一唱第二首歌，撲街真係急屎！大家體諒下啦，你講嗰下嘢有嚿屎攣咗你個肛門。括約機嗰度都講到嘢啦。我哋好難去幻想到，即係開一個演唱會寫三個鐘，寫我第二首歌就急屎啊！哇，咪忍到死咁樣。係啊，即係呢個就係嗰日啲人嬲啦。咁但係廁所位屙半嚿先啦。但係我講翻頭先，我同 Edmund 講啲先，即係同 Edmund 之前，Edmund 幫我買周杰倫飛啦。咁跟住佢就話：喂，你係咪真係要訂㗎？咁樣你係要就要㗎啦，就唔好突然間話唔要喎。咁樣嗱，其實所有幫人做嘢咧，其實都好罩忌呢一樣嘢嘅，就係話你係咪真係 make sure 你要先。嗱，呢個好緊要，即係唔好講可能啊。係啊，好煩嘅，即係。誒，我尋日都有啊，有個大專嘅同學，就揾我十二月咧去做佢個婚禮嘅兄弟。係。咁然之後我話十二月都得嘅，咁樣樣佢講日子咁樣樣啦，然之後話 OK 噶，可以嘅，咁樣樣。然之後佢突然間屌柒我，你好乜嘢氣啫？唔係啊，你可乜嘢意？唔係你應咩該可以啫？咪咯，我結婚喎。做啊做到，做就一做到就兩個字，做唔到啊三個字。系，咁又啱噶，咁人哋终身大事嚟噶嘛，咁争佢兄弟，我等你几时啊？我等你结婚迟一日，人哋系要就埋你一个安排啊嘛，所以好难怪人哋系会嬲噶，嗰个 moment 系，一定系会，一定会扯火嘅。即系好似我哋节目咁啫嘛，我哋叫人做嘉宾，个嘉宾话可能得咯，咁样讲，咁我哋要唔要啊？系啦，呢就最烦嘅人啦，所以我好多时候我都即系希望咧，同人讲嘅时候咧，呢个字开始有啲系攞翻嗰啲位啦，有啲私怨嘅，唔系希望。未必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啦，我希望自己做到啦，即系我希望我哋自己约咗人啊，或者系应咗人嘅嘢咧，都唔好。有時做咗會搞錯的唔係啊，開始好似縮沙，好似揸好多 J 數嘅。係咩？係喎，我哋重温一下個 J 數有咩啦？攞嚟剪曬 J 數出嚟做 promo， 收翻個屁股啦，未有啦，仲有咩？我有揸好多 J 數。係啊，啲歌好似揸好多禮拜啦，揸好多禮拜。哥還曬啦，二哥。我嚿嘢係冇應承大家嘅啫，有啊有，冇啊冇啫。所以希望都即係真係盡量應承咗嘅都會做嘅，呢個我哋都明白，呢個係真係會令人嬲嘅地方嚟㗎嘛。咁所以咧。都係你睇下你，如果你真係因為我集唔找 Jason 而嬲嘅話，你唔打算嚟鬧我咯。啊，所以我可唔可以再試下 up 重温好簡單嘅？我冇講過話四點後一定有嘅。唔係好似有講過嘅。係咩？好似肯定係你講嘅。又係我揸 Jason。嗱，而家講係盡快上啦。Okay? 又係我嘅嘢。係啊，係啊。好啦，你哋兩個啦，有啲咩係你哋自己覺得你哋真係遇到嘅時候，你哋會嬲咧？嬲啊！
要扯火嗰只喎，即系真系无名火起嘅喎。我好难突然间嬲嘅，唔系喎，你成日我对住思皇咪嬲咯，易嬲啲咯。唔系，我成日谂起公司内部嘢，费事喺度讲。你咪照讲啦。唔系，其实嬲嘅嘢喺生活上面有好多嘅，翻工又有好多啦。举例子，可能上司下属啲上司无理要求啦，系得一个啫。哦，唔系，咁又未必，即系人哋啊，大家咁啊，就系。开放过，喂，唔系，但你咁讲咧，嗱，我哋又可以爆少少内幕嘅，又爆，又可以爆，又啊，系啊，点啊，好惊，我哋唔想限光线啊。咩事系 C E O 嘅？你讲我哋叫咩名先？我叫 C E O。唔系每次讲呢啲嘢，你前面我系 C E O， 今次啦，我讲嗱呢单嘢就讲嘅咁样。呢啲又系我爆嘅。我嚟一次。嗱，大家都知，其实林宇阳一个好火爆嘅人嚟嘅。系。但系有一日咧，我觉得佢好和善咯。系咩嚟？我觉得佢好好啊，但系佢口眼心软嘅。有一日咧，佢捉咗我，佢捉咗入 CEO。租房啊，然之后问我，喂，你觉得呢个系咩嘢嚟噶？系佢问我，即系佢一个报警啦咁样。哇，系啦，跟住我话呢个 common key 嚟嘅咯，即系个技术嚟噶。OK， 即系譬如你见到我哋其他呢个公仔咧，其实系绿色。你咧，我唔理住啊，因为系一个绿色，系一个绿色墙嚟嘅。咁啊个技术咧就将佢变咗一个公仔啦，而家又变咗阿 O 姐啦咁样啦。咁啊嗰日就阿 C O 又问我，跟住我同佢讲，咁讲呢个唔系 common key 嚟嘅啦，呢个实景嚟嘅。系，跟住佢讲即刻佢开火屌喎，佢开火系背景咁样。系啊，有地图牌喺个口度，突然之间背景，跟住可变话一十四咁嗰啲咧，跟住开火开到。啊呢个就个正物，系开火屌喎，你嘈咩啫？我话呢个系实景啊，唔系我话呢个 common key 系 common key， 我唔理你同我学咗系点样用，点样整出嚟，跟住我同佢讲，其实真系唔系嘅。我问你咩而家？呢个系叫你做 ，OK 做。嗯，哇嗰下其实坚真系扯火，坚系嬲嘅，因为即系有时候咧，你好想去帮上司做一件事，但系个上司唔听你讲，同埋你明知嗰嘢真系，佢唔系你上司嚟噶啦，其实我老细格嚟讲，我老细嚟嘅，我老细嚟嘅。喺严格嚟讲，无端端叫你做洗厕所都 OK 嘅，点解？咁其实真系会嬲嘅嗰个时候，因为你觉得喂嗰、那个其实系可能系老细讲系我哋范畴嚟噶嘛，因为我哋系技术嚟噶嘛，呢个系我哋要做嘅嘢嚟噶嘛，咁我哋会了解多啲噶，系咪先？咁好啦，嗰阵时真系嬲，我嬲到完全唔睬佢嘅。所以嗰阵时系呢个火系真系你会因为个上司嘅无理要求而会扯嘅。咁但林宇阳个人好好，哇，好嘢！呢个头盔戴得好，戴唔切噶啦，已经佢未三个盖。今日呢一集好冇再笑咧，将会系思和嘅最后一集。大家如果想听嘅咧，或者有啲朋友瞓咗冇听到咧，我转你哋咧就打个电话俾佢哋，就叫山醒佢哋听今次啦。因为佢系最后一次出现喺呢度噶啦，我肯定。如果快啲嘅话，可以将呢条 link 啊 share 俾林宇阳。我唔系话，应该未瞓。我唔系话林宇阳小气，我唔系话林宇阳小气。但是公開批評上老闆是要受到幾個聆訊的。這個聆訊為期不知多久的，所以如果大家支持思和的，叫你身邊的朋友打電話上來現在慰問我，今晚聽他最後一集的 live 節目。但我不是說完，他回來要拉check的，要戴上頭盔先，頭盔還沒戴，我現在沒死了，但他堅是的，他第二天發現自己錯了，他又走過來跟我說，又說回來，他又說不好意思，真還是假的？真的，真的，真的，所以他的人是火爆的，你不能說他，但他是一個很老闆，我經常覺得他口眼心軟的，是的，都是的，屌到我很厲害之後，他就跟住就話啊，其實都唔係咁嘅，上嘅時候好啫，你都想好聽就係啊咩咯，口眼心軟咯。唔係最正係飲醉嗰陣時啊，唔好聽就係一啖砂糖一啖。嗯，哇，邊個講嘢先？潘啊，嗰個係天外 O 姐，阿田嚟嘅呢個。O 姐咪 XO， 呢個阿田嚟。XO 講嘅，佢啱啱打電話嚟啊嘛。係啊，封煙咗。XO 講嘢真係好鬼。我遮咗住個嘴，唔係喎。即其实阿卡里都是公事会嬲多啲，系啊，公事会嬲，对住你咪嬲咯，好容易嬲噶。唔关对住啲好萌嗱，思和咧就系对住一个点样互片咁啊，正常。但系好似互片之前，可唔可以开大少个冷？其实好热，佢好紧张，真系好热，片都喊啊，应该系。咁啊，林宇阳就可能火爆啦。思和嗰啲咧，即系同事嚟讲咧，佢系嗰啲好硬颈嗰啲同事。我唔知大家咧生活上面有冇同过一啲好硬颈嘅同事一齐合作。你讲唔服佢嘅阵时。你只是想要個效果快啲滿足到你上司的要求，是但係嗰個人咧會不斷咧，個同事一不斷咧就喺度話唔係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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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試下做先啦，唔係喎，嗰到底係咁講咁講咁，其實你會覺得好煩嘅，好簡單，你埋咗去試埋咗去做咪知咯。嗱，呢個我都覺得係嘅，即係一個人如果佢好唔聽你講，或者佢好多嘢講咧，其實係會係會令人嬲嘅。嗱，佢兜噶啦，預備嗱，睇住嗱，以思和講嘢模式咧。佢首先咧就要踩先，佢行咗個內彎先，佢唔會讚嘅，你放心啦，佢唔會彎咗你講嘢。佢只要係會復述翻你講嘅一次，
然后就反驳你，而当自己认咗系咪？然之后就劈柴你，好，继续。好啦，咁我问你哋啦，你哋觉得有咩方法可以应付呢啲人啊？即系嗱，你觉得系嬲？佢铺紧啊，你都系嬲。铺紧啫，点样劈翻你转头？哎呀，我铺紧啊，和紧刀啊！你觉得点样可以应付呢个？边个话燥底啊？冇燥底啊？点样应付到呢个方法？应付呢个人。嗱，如果你系佢嘅上司咧，即系譬如我系思豪嘅上司咧，咁样好啲嘅，因为有阵时你可以真系蹲起一个上司样，权威款啊嘛。系啦，我叫做你做啦。招你嘅嘢冇咁样，然之后佢都会即系可能就系因为上司同下属嘅关系，你都会诶死死气地喺扑你个街，证明俾你睇咯，去咗做先，然之后证明俾你睇呢个上司戆鸠嘅咁样。Exactly 啊，我都系谂法喎。但系如果你系同住啲平辈嚟做嘢，你咁样系搞唔掂噶，因为两个僵持喺度咧，做定唔做啊？有阵时可能你自己一个人都未必搞得掂嘅嗰样嘢，系即系唔系话你自己一个人试就试到嘅。系。咁样就出事啦！嗱，我觉得即系咁样就 out 场噶啦，你开始喺度。我真系俾我帮我打，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系呢种人嚟嘅，我系真系唔系即系唔系好听人讲嗰种人嚟嘅。咁有咩方法？佢认啊，竟然！我不嬲认噶，做咩事啊？你咪俾咗药佢食啊？咪听埋先，佢认咗。但系点样？佢入边加一句嘅，冇问题咯。点样？你中意咯？真系冇问题喎，都系。咁但系点样去应付呢一种人咧？其实我都系个方法嘅，就系你用一个真系用道理去说服呢个人。系，认真嘅，只要你可以讲得服佢咧，唔系有阵时唔系讲道理嚟说服你，有时讲道理，讲个道理可能要解释五一个钟头，系啦，有机会学家紧好耐，嗰件事可能五分钟之后就要解决啦，你要解释一个钟头咁咪好烦啊嘛，咁所以话即系睇下你要点样去攞个效果啦，即系如果你要快嘅，咁冇办法啦，跟上呢款系最快啦，你唔好得讲噶啦，如果你要好效果嘅，一定系解释好，呢一种人系绝对，即系我呢种人啦。是绝对是一定要是以逻辑来行先的。是即是他讲自己是很有逻辑的。是不是或者盲塞。不是大家听众留意一点。留意一点就是盲塞和野蛮呢真是差线的。是盲塞听道理野蛮不听道理。OK? 那你看盲塞定野蛮自己看了真的是这些。之前我们在喘息啊。佢嘅邏輯咧，其實即係盲塞押韻添，其實係有關係。根本就係我將你哋嘅投影子投射喺我身上。我開始舉手啦！如果覺得思華係盲塞嘅舉手。你咩？你抹汗喎、啊！你抹汗喎、啊！如果舉手、啊，如果覺得思華係有邏輯嘅，請舉手。哎呀！哎呀！估唔到系面皮厚嘅添，哎呀！厚到咁捻样都攞个 XO 出嚟挡嘅屌！你真系 Red in Peace 啊！佢都举啊！你今日你最后一集噶啦，你所以咪即系就系你电话有冇拎入嚟啊？冇啊！你阅读定电话啦 ，send 紧啲嘢叫你听日预备出席聆讯，同埋自拍咯，最后一天节目咁样。系唔好理呢啲嘢啦，呢嗱咁即系其实即系做嘢，其实都几样嘢嬲咗嚟，佢就系即系上司啦、同事啦。同埋仲有一样嘢系同事，仲有拎紧嘢，即系可能你系。啲同事扇你，係咪啊？即係有時，譬如話一啲系統出錯嘅問題啦，係啦。跟住其實嗱，我講個例子啦，嗱唔係我哋嘅，我有個 friend 啦 ，OK。最慘你個例子係因為唔同部門啊嘛，係啦，咁樣先煩。係啊，你都知啊，我 friend 你都識㗎。你講過呢單嘢俾我聽。係啦，我個 friend 好搞，即係都幾猛嘅，即係可能有啲電腦上問題，一個關於一個網站嘅問題啦。咁嗰個 friend 咧係未翻工嘅，咁啊有問題啦。咁 admin 嘅同事已經同嗰個 programmer 嗰個同步。系点啊？要戴头盔系咪要？我觉得真系要解决咗嗰啲踢啲问题系咪？踢啲问题先，因为有人嘈咗好耐。系点啊？唔知咩问题？就系话今日 lock Facebook 啊？做咩啊 ？lock in 唔到定系？唔系佢哋咪讲紧香港网台嗰边个 apps 啊？香港网台啊，讲紧关我咩事啫？唔系，冇咁嘈，大住。系冇住，冇住，冇住，冇住。啊！嗱，大家喺个 chat room 嗰度或者打上嚟问啦，好嘛？最好打上嚟啦，因为倾偈系容易沟通啲。系咪？你而家 chat room 系 delay 噶，系啊，同埋 chat room 系 delay， 所以答唔到系有机会嘅。最好就打上嚟直接问啦。你打上嚟，我就会接你。所以听到呢段信息嘅话，都快啲打嚟，因为 delay。因为有时你讲完个问题之后，我未讲完个 topic， 咁我冇嚟 cut 咗我自己噶。而唔系唔答你哋啲问题，你哋打上嚟。诶，打上嚟问啦，打上嚟十问嘢啦。OK， 实答唔系十问。OK， 系啦，我开始乱啦。解决到问题噶，嗱，我个 friend 啦，咁佢做一个部门就关于一个网站嘅 ，OK， 咁啊到晏昼嘅时候咧，咁啊 admin 咧发现咗问题咯，咁啊同 programmer 讲啦，跟住就改入边啲嘢啦，跟住 programmer 好特别，就话翻我个 friend 话做错啲嘢，叫佢搞先咁样讲，哎唔好理啦，搞啦咁样讲，但系嗰段时间咧，我个 friend 咧未翻工噶。我哋叫 friend 同你一齐翻工噶。
唔係喎，嗰個同事 friend 唔係喎，啊未翻工喎嗰陣時，跟住嗰個 program 嘅同事就話：，啊你啲同事整錯咗啦，教下佢哋啦，成日打錯啲曲啊咁樣講。跟住就 admin 同事好知嘅，好精明㗎。嗱唔係呢個咧，啊即係講呢樣嘢咧，要教精人嘅。係啊，即係有時咧，你如果想賴咧，其實係要醒嘅。係啦，即係跟我多啲。係。系啦，咁就仆街啦！我唔系我赖赖出名嘅，系唔系佢赖系冇道理噶嘛？我赖皮又劲到飞起嘅。哇！你讲咩冇道理啊？人哋先话自己逻辑好劲，系乱讲，唔好意思又屈咗你。不过文实呢啲嘢就自己私下讲啦。即系譬如我成日教你仔奶仔，系讲嘢嗰阵咧，系嘢嘢要注意嘅，系啦，最好讲完个 A 之后咧，要包翻个 B， 系嗱咁啊 fit 啦，系咁就好圆啦讲嘢系嘛？系啊，例如啫，讲啲嘢讲好似冇讲咁，系咁啊最紧要啦。譬如你讲头先嗰个 program 系咪啊？啊，佢闹个理由俾你咧，如果你好简单，你就谂到个 reason 去踢穿佢咧。其實即係佢嗰個答話講得唔好，係啊，咁即係佢冇乜細心諗過啦。係嗱，如果佢可能再考慮多啲，佢諗下點咧？嗱，聽我先。如果佢話其實唔係你員工錯，嚇，可能係網絡上面有啲問題出錯咗，係啦，你追究唔到咯。嗱，嗰樣嘢其實好離地噶喎，擺私心啊佢，係咪啊？你明唔明啊？係啊。如果佢踢咗喺你度啦，追骨唔係我度啊，我個 friend，OK， 我 friend 啫，追根究底，我揾到呢個人喎，又 check 到喎，咁件事咪死火咯。嗱，我即刻轉個角度去 present 呢件事，因為咧有個網友提供咗一個幾好嘅建議嘅，但係咧就可能當事人咧會唔好受嘅。嗱，我就親身演繹一次。好，師傅你就當你係嗰個 programmer。係係係。哇！咩事啊？哇！屌你老尾，死过嚟，咁样做，快啦！系呢位先生，请同上身喎，睇嚟。唔系啊，我应该咁样。喂，大家睇下，你会唔会好难受啊？嗰下我会 sorry 啊，可唔可以打翻叫佢 call 白车？俾个有鼻。可能唔系 call 白车啦，直接怼冧佢算啦。嗱 ，Wando， 你个做法咧其实系得嘅，但系当然就唔好咁多粗口啦。同埋咧，有阵时咧。我觉得一样嘢嬲还嬲，大家的关系都好紧要嘅。其实你很多时候你直接屌柒佢咧，即系点解我唔直接屌柒司徒，所以我次次都直接屌柒佢，因为佢面皮厚，所以直接屌柒系冇问题，冇问题，系唔会伤到内心嘅。打极都高防，系好容易你就 hurt 到佢噶。系啊，你真系一句屌老尾，我而家叫你做，你快啲做啦，咁样做啊，死蠢仆街唔得铲。我跳楼啊，坐喺西九龙中心，真系跳楼死捻咗。例如靓妹嗰次都系咁。我唔系讲你啊，关咩事啫？喂，我想刷新烂烟唔得，你讲我好似身有屎咁样，咩事啫？你自己主观地觉得我有嘢，根本冇嘢，身有烂烟得噶。各位听众系有眼噶，即系睇到就系真嘢噶。屌，我都唔知你讲乜捻嘢逻辑，你个人根本就系盲塞。得，我而家讲翻样嘢啦。OK， 如果同埋你系鸠屈嘅，我未讲完你就知我鸠屈。我讲嘅系有一次。阿靓妹做错一样嘢，跟住阿狗封冚你识屌佢，认真睇我答得几好，应对得几好。讲多真假嘅 ，OK， 唔好讲多嘢啦，收声啦 ，OK，OK。有一次真系嘅，即系靓女仔啦，个女仔啦咁样做错嘢，即系其实嗰件事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啦。Kevin 早偷啦，多谢啦。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啦，咁跟住啦，阿狗。真係開拖屌喎，即係個火爆噶嘛，係啊，開地圖炮，開曬又開地圖炮，然之後又鬼咁樣噶喎，招咁樣噶下噶咯，係屌到咧，即係個程度係點樣樣咧？平時咧即係做愛咧，用翻屌，因為做愛形式嚟啊嘛，係咁我哋性交啦，係啦，性交就係攞陽具插入去嘅啫嘛，係。如果阿狗嗰次係點樣樣咧？真係暴力到咧，攞一隻手挖開咗個嘢，然之後成個拳頭收，係咪激好多？總之我形象化到件事，佢差唔多係咁樣打開公室嘅，大家就知道幾嚴重啦嗰樣嘢係嘛？即係佢屌個程度係屌爆係好嚴重，但係其實件事唔係好大嘅啫，即係你唔可以話好細啦，但係就未至於要封冚式咁樣，即係唔係啊？我明㗎呢樣嘢，靚仔係咁樣嘅。哎呀，唔系 sorry， 靓仔通常都咁，尤其是阿狗，靓仔到咁样样。阿卡，怪之我唔到啦，我太样衰啦。系啊 ，sorry。哎呀，我都唔识我，因为我唔靓仔。我哋可能冇对 cam 就 cam 可能仲恶噶。系啊，真系搞唔掂。当一个人靓仔到咁嘅时候，情绪都应该啲问题。我好想听 cam 讲粗口。所以点样去闹人咧？其实你可能要睇翻嗰个情，嗰个人嘅接受程度去到几多。系。系啦，譬如我呢啲咪闹咯，我都唔理你。即系深浅呢啲嘢咧，即系。要想清楚嘅，招和系传统嗰只咧，左耳入右耳出嗰啲嚟嘅。系啊，冇事噶。我屌你啊！唔系啊，我屌你，左耳入系咩事？已经入唔到啦，嗰下已经删咗，我都唔想经过大脑去过滤呢啲信息，所以我 OK。咁嗰次咧咩啊？嗰次咪就话阿李伟真系俾阿狗闹到喊，即系因为嗰个接受程度其实有喊咩？好似有啊，有喊啊，有喊啊，真系噶。跟住同我讲。
唔系嗰，咦？我真系唔记得咗。嗰阵你未拍拖，唔会关心人住。系啊，边个未同佢拍拖啊？唔知。咁我同佢搭巴士咁样讲，成程车咯咁啊，咁样讲。系咩？跟住佢落车，咁咪跟住佢同我讲：你送我翻屋企噶？突然间好静啊，送我翻，唔得喎 ，sorry。跟住就自己走咗。我嗰时未有嘢，我未嚟做噶嘛。唔系啊，你未做佢啫，未做佢啦。呢个其实都系真系你闹人之前啦。点讲？就算点样嬲都好咧，都真系嘅。你要睇下嗰个对方可以接受到你发脾气嗰个程度去到边度嘅。如果唔系一过火就好大镬噶。就會影響咗你以後的工作關係啦，即係可能僆妹唔計，即係討啲小朋友氹佢兩下就氹到啦。氹到嘅，但當然啦，一次海洋公園咪得咯。依然都係會嬲嘅，即係好多時喺工作上面嬲人，嬲嘅啲嘢啦。因為佢嬲得嚟，我哋又唔可以發火。你又似嚟俾兩個友係咁入。一唔係，我覺得咧，即係你唔介意咪冇嘢，冇講過你。即係同事關係一發火嘅話咧，冇啊。咩啊？我啲同事關係一發火咧，即係鬧到好盡嘅話咧，冇得救咧，咁影響到自己工作。咁思和好又好咗一樣嘢嘅，即係真係天真不入嘅。你點樣鬧佢都冇嘢嘅。因為佢真係厚面皮得滯。咪好難講嘅，一可能你撳咗個掣咧，好難講。佢喊啊！突然叫佢喊，我嚟驚我。其實真係嘅喎，俾人鬧鬧喊咪啲咩？陣間思和喊我就係即係林宇陽鬧鬧。係啊，我試過一係真係見，不過嗰個就真係唔講啦，嗰個就咩啊？嗰個係真係唔係有歌啊？未講完噶，我未講完，未講完噶，因為我攰啊。我哋睇一條片先，因為其實我覺得咧有一樣嘢咧都係會嬲嘅，就係有啲人去破壞咗你嘅童年回憶。嚇咩片嚟噶？好想睇啊！真㗎，都係會好鬼嬲。OK， 又 OK， 我要睇龍珠劇場版。无线 Play Vision 未有得睇啦！哇，好强啊！十七套龙珠剧场版一气呵成，足本睇晒，即打23999888申请无线 Play Vision， 播足龙珠也赢。其实呢个系而家买嘅广告嚟嘅，好似系啊，好似系呢排一定要俾钱先有得睇噶。我幾想開麥啊！唔該，而家買嘅係啊，而家呢期買緊嘅無線廣告嚟嘅，冇錯就係話龍珠劇場，因為神與神啦，咁就佢 hit 翻龍珠啦，咁就所以做翻所有劇場版啦，就希望你係唔做神與神，係唔做神與神啫 ，OK， 咁就希望大家買翻嚟，即係龍珠 fans 都埋睇下啦。係，哇 ！P 你個 K， 我一睇到佢之後，我心諗好彩你真係唔做神與神啫。即係以前劇場版咧，我應該睇過曬㗎啦。咁所以你我真未睇過曬，真係我應該睇過曬㗎啦。咁所以咧，你講買咧，我都唔會睇翻嘅啦，而家。啊、但如果呢條片咧，如果呢條片咧 sell 埋神與神咧，我會連神與神都唔想睇。喂，如果你個龍珠個悟空係咁撚肥嘅你睇下佢個樣子，你俾一次人哋睇，拉拉中間矮仔，啊、你睇龍珠個樣幾撚肥啊！揾阿阮兆祥，阮兆祥嚟喎！哇，你睇佢樣子，哇，睇下個鼻窿，你睇下佢個頭，嗰啲氣，哇，佢個頭真係溶曬，其實咁曬嘅。嗱，龍珠個頭咧，其實係呢個髮型嘅先河嚟嘅。係啊，我成日覺得龍珠嘅服裝嚟曬錢，我嘅。哇！好啦，得啦，收翻佢啦，唔該。其實龍珠入邊咧好多都係潮流嘅尖端嚟噶嘛。係嗰啲鞋啦，衫。首先有個髮型啦。飛輪海而家全部都係咁樣噶啦，係咪先？所有 gel 出嚟頭都係咁樣噶嘛啦，有少少 layer 啊，然之後少少刺啊。喂，想當年最正都係杜拉格斯個頭，郭富城嗰根啊，大佬。係郭富城嘅根啦，跟住牛仔褸啦。係牛仔褸。牛仔褸加件背心啦，喂，個個全部三號都係咁樣帶出嚟噶啦，基本上龍珠係先河嚟噶啦。然之後啦，對襪條褲要入落對 boot 度嘅。係啦，呢個又係龍珠。大我好早嗰时候，其实好早啲人打仗已经咁做，将条裤摄落对背。但系好少出街系咁着噶嘛，即系唔系一个 style casual look 咯，即系唔系 casual look 嚟噶嘛，呢个系军服嚟噶嘛，系咪先？所以龙珠其实系一个好潮流嘅指标嚟，我哋觉得。但系如果龙珠当年条宣传片系咁捻样咧，我应该会斩爆部电视机佢。系啊。我真的會覺得他是破壞了我成個童年。廖三明會立刻死。如果我是那個妹妹跟著阿宮崎駿走，應該就會捉住他。是哥哥，你這麼戇鳩的即是你想想你有没有 cosplay 这样，即是会很多时候会有些人去 cosplay 你的 cosplay 的嘛，即是譬如你去漫画节啊动画节都会见到的，有些人可能是你喜欢我喜欢网球王子，我试过有一次我又是生气的，为什么呢？他cosplay 一个男主角好像龙马一样，我不记得是龙马了，我不记得是cosplay 龙马，总之 是网球王子的人，跟着明明的头发是黄色的，他又给我金色的，其实金色黄色好像很近啊，但你即如果你很喜欢那样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他是其实侮辱你喜欢那个人。
唉，啲人 cosplay 扮明日香我都嬲噶，咩话冇搵似啊？坚系会嬲噶嘛？即系点？譬如之前有一次动漫节嘅时候咧，有诶、有一班嘅 cosplayer 啦，就系、是、因为呢个动漫节咧，将嗰啲诶完咗之后，将佢哋当日嗰啲诶 poster 嗰啲咧掉地喺度踩啊！哇！你见讨论区啲人疯狂式，然之后就话我好伤心啊！喂，例如咁样做人得唔得？哇！呢个咧系今日佢哋 YouTube 咧有龙珠唔知几多周年咧，佢个自然周刊直播，跟住有个 Apps 就话你上翻个网咧就可以 key 翻啲龙珠头啊，出龟波咁就可以整张相出嚟嘅。佢应该睇唔到左右边嘅敌人嘅喎。系啊，嗰副甲咁高。系啊，咁我战斗扮比达啦呢个。佢会讲我都唔会睇到呢套龙珠，唔好意思。即系佢都唔得嘅，而家佢个。我都日本嗰度佢日本人扮翻噶咯。都唔得，唔得。身形方面好少少。边个话孙悟空系日本人嚟？系啊，杀人嘛，我想讲。系会日本人扮哦，我日本人画咁，我可能会亲近龙珠，梗系要揾翻萨亚人嚟扮噶啦。啱喎，身形方面呢个好少少，但系都系唔系潮流指标，我都系会嬲嘅。咁所以好多时候我成日觉得，即系你搞破咗我成，因为细个时候回忆好多时候都系最美好啊。你好自然就会觉得佢系侮辱咗你嘅童年，然之后就会扯火。喂，思豪调翻转啦，我头先有咩闹你咧，你咪唔开心嘅。冇 feel 到。阿 Wano 正佢屈人，你咪唔开心嘅。阿 Wano， 我即刻用我用 Wano 第二个方法。讲翻同一番说话，睇下你有咩感受。好，思豪话，嗯，你个卵样智障噶，嗯，死过你，咁样做啊嘛，做咁做，咪唔会做咁多戇鳩嘢咯，系咪先？即系同堆屎冇分别喎，而家。嗱，头先嗰个咧，系，我都仲觉得佢系正常嘅。依家呢一个咧。我应该食咗反老还童药，应该变咗 B B 仔，又想屌鸠人，又变咗个声就系 Uncle 哥，我屌你好唔好啊？咪即系同啲 B B 玩啫嘛，凑住个 B B， 然之后个 B B 抱住个 B B 啦，然之后 B B 唔同你笑啦，然之后笑咗 B B 啊，你智障噶，哥哥对你咁好，你唔捻笑嘅，咁捻肥嘅你肚腩，唉，我真系唔知啊，咁捻肥，即系你，即系其实令人嬲嘅咧都好多。我细个虽然你话我好难嬲啦，其实我细个都有嘢好嬲嘅。哇，我细个都系真系好嬲。或者遮短嗰阵时，我遮短应该冇乜人知嘅啫。OK， 即刻嬲啊！系啊，即刻所有关于遮嘅嘢都会嬲嘅。我梗系唔会遮你。我系嬲细个其实我真系坚系嬲，俾人话我肥仔嘅。喂，问下你个背后零系咪追短咯？不如试下啦，今日大家打上嚟啊！你哋横掂你打上嚟都唔会认得你系边个，又唔会揾得翻你系边个噶啦。试下用所有用晒你所有方法，令到思维真系嬲嘅，激到佢真系嬲嘅。试下，试下得唔得？咦，我应该系免疫嗰个，因为我成日同佢闹交。梗系啦，你咁卵靓仔，屌系啦，所以我咪唔着咯，以后都。嗱，因为我细个嬲俾人话，我细个嬲俾人话肥仔咧，个原因唔系因为真系讲肥仔。大个嘅时候，你会觉得肥仔呢样嘢咧，有啲人系会觉得系同你一个称呼嚟啫。系，其实好冇嘢嘅。我谂咗好耐，你话俾人话肥仔嬲，阿九如可能到而家呢个 moment， 俾人话靓仔会嬲。好难讲呢啲，即系你会谂，做话靓仔有机会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细个讲嘅肥仔咧，其实唔系一个称呼嚟嘅，系啊，嗰啲人唔会当系称，纯粹觉得想玩。真系笑鸠你啊嘛！真系笑鸠你，因为所有肥仔姓死噶嘛，唔关事啊！啲咪戇鳩嘅 get， 呢个 get 好卵烂啊！同埋唔知所有肥仔黑人染嘅时候都系差条腰啊！呢个系你 bias 嘅啫，而系大个嘅时候肥仔系个称呼嚟噶啦嘛，细个嘅时候肥仔就系一个侮辱嘅嚟嘅，啲人系唔知点解会咁样，硬系觉得我讲到肥仔你好威，即系讲肥仔话你话人肥仔就好似自己唔肥有威啊！你会去到咩年纪先觉得呢样嘢系冇所谓啊？其实我觉得呢个系睇讲嗰班人去到自己沟到女嘅时候就觉得唔系啊，咁呢个就当然嘅啦。原来肥仔有晒有孖骑嘅，仆街，咁就唔惊你打仆街度讲咩，就摸捻住你个肚腩嘅。哎呀，你好肥啊，系啦，我屌，你就反而觉得原来肥仔系一个孖骑嚟嘅，原来唔系一件事嚟嘅，咁我就真系冇嬲噶。咁但系咧呢个时候咧，因为翻首贴题嘅歌就系呢个自由发挥嘅半子。嗰陣時都係話，即係有佢首歌咁講嘅，唔好介意俾人話肥仔，肥仔唔怕嘅，有人會中意嘅。有了视觉配绝对会胖，但那又怎样，我也曾经想象瘦下来的模样，摔到那堆脂肪会怎样，但会不会有那天我真的不敢想，我不敢想衣服可以穿得漂亮，不用 XL 来伪装、哦、胖子胖子爬楼梯都
手又到了去分手手就卡片多利多姿别多事要乐事就让我吃我喜欢你放肥头大耳朵好壮壮大家都跟我说有一点不太样我不管你怎么想不管你怎么样对我来说瘦子才是走样哦、oh, 胖子胖子爬楼梯都会喘胖子胖子走路都会流汗是胖子，不管你怎么想，我们是胖子，不管你怎么样，我们是胖子，一直都是胖子，我们是胖子，有胸部和大肚子，别因为胖。自由发挥的伴子啊